罪了谁。总亲了一下，我就被扶正了。有没有人啊？该不会真的没有人经过吧？您好，这边是警卫室。什么事？跟您报告一下，这礼拜监督行销部郑小恩小姐的进度。郑小姐这礼拜……啊，没事，不用再盯着她了。是的，好的，知道了。那还有什么事？郑小恩小姐半小时前进的女厕，然后就没有出来了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没事吧？小恩，你，我为什么是你在这？警官说，有人被困在洗手间里。那警卫有说是我被困在里面吗？好像有吧。所以你立刻跑来救我了？也不能说是立刻，就是一放下电话，脚就慢慢的跨出去，人就慢慢的出了办公室，手就慢慢的按了电脑。你怎么了？所以你知道是我，还来救我。那你干嘛哭啊？你看错了，我只是期待很久的梦终于成真了。不要担心，没事了。昨天，你先说。我可以问，你昨天为什么亲我？我不知道。哦，那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办公室。
让我陪你失眠，陪你失眠，一起梦游。我正在找到爱。整个世界，阳光要作暖，清醒感觉做的事。赶快去把自己擦干。我会陪你失眠，我会陪你失眠，你不必独自面对一切，伤痛有多难，永远不再有离别。我们拍张照吧。好啊，我帮你拍。看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。看镜头，笑一个。怎么样？可以跟你要照片吗？好啊。好了。喂，在哪里？只说要跟大家一起去餐厅吗？快点，等你。知道了。你先去吧，大家都在等你。嗯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如果我不来，能看清你这个双面人的真面目吗？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人，表面上支持我，背地里却勾引别人，故意把别人支开，是为了约总裁一起拍照吧？我真的没有想要表面上支持你，背后搞小动作。我不需要你的解释，我只要你离开总裁，离开策略长，离开公司，离得越远越好。怎么回事？郑小恩，郑小恩，他打我。